各位，大选要到来了，这一次我们最后一次全国在大选之前的大会，对马华来说，这无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誓师大会。我们现在就要吹响祭绝的号角，我们要推动华人大醒觉，来实现华人大团结，精诚所至，金色为开。让我们大家谋助全力，为开拓华色的新天地高歌前进，为迎接先进的一个马来西亚奋战到底。同志们，站站站！同志们，同志齐心齐力断金，战战战，团结必胜，马华强盛，战战战，战战战，马华一定强，马华一定胜，战战战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